阵子有一些不实的报道说，心仪在保姆车上怒斥阿拱，他妈的，对，没错。可能觉得我们实在是太不会宣传我们自己了，替我们捉急，赶快帮我们宣传一下，是这样子、啊，给他们一点那个马拉美的星期三。我们去伦敦嘛，当时心仪就是画了一个这么有气势的一个妆容，他 model 变成他 mother， 对不对？生了两个宝宝之后，你还是我们心中最棒的妈妈，Asia top mother。来，你是 Asia 什么？他 mother。对，没错，怒斥大家。撞到牙齿、啊、我现在才听懂耶，所以接下来我也要仿照阿福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，他现在是 Asia Asia Asia。 除了他成为他妈的之外呢，为什么今天他这个是怒斥妆呢？因为前阵子不实的报道说心仪在保姆车上怒斥阿拱。最好笑的是阿拱那天生气的点是，我们明明没有保姆车，那是巴士。当时他明明在重病嘛，他还是回这个讯息，然后前面后面一整天都没有再回，就只回这个，我们明明是搭巴士。每个礼拜都有新的东西啊，这是我们新一季的 weekly， 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可能觉得我们实在是太不会宣传我们自己了，替我们捉急，赶快帮我们宣传一下，是这样子、啊，给他们一点那个马拉美的星期三。耶、yeah. 欸！自入这个自入。这三个星期的确我们就是经历了许多，然后有些事情可能就是看看，然后我们没有回应，就大家就别跟着再继续了。你跟着再继续讨论好不好，大家就留在心里，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你是谁，知道我是谁，知道苏打绿是谁，这样就够了好吗、嗯。